绿色文化有限公司啊，他有限呐、啊，他有限呐、啊。郭门父子两代人一辈子没见过化学书，那红的那些都没文化吗？都没有。还有谁？还谁？文化的。我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。都学啥呀那儿？空姐。空姐。欢迎您乘坐我们的航班。我中考得6分，其中有30分是体育分，还有30分少数民族，还有30分少数民族。大学毕业的，那你还来说相声呀？我这叫四根堕落。你什么水平？上学几年级？初三。初三。爸爸，玩我不演了，知道吗？我不要这个。你这话筒晃什么呀？我呀，我打上台来就一直找这机关在哪，这在我脚底下。三千里，一剑可挡万人敌，汉军奋训如霹雳，葫芦奔袭未及敌。您觉得你们挺能的吗？我上了十点这个轮台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敢喊。你吃了好多少根了，兄弟？又来了。你那不是高考吗？对呀、啊。